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小小的蛋大惊喜。那今天的蛋里会有什么惊喜呢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。今天带来的蛋呢，是米奇和米妮的蛋，两种不一样的新型蛋。我们先来拆一拆，看看里边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小盒子，它会是什么呢？打开看一看。哦，是一个小汽车。我们把小汽车放在这里。那其他的蛋里会有什么呢？再打开来看看。这是什么？夏天最喜欢这个了，啊，好凉快！这是一个手摇小风扇，一摇它就可以转出凉凉的风。它的里面会是什么呢？是一个抱。是一只大老虎呢，它是一只豹，看它的头顶上，它的头上没有那个王字，所以它是一头豹。看，放到这里。你的里边还有什么呢？打开来看一看。哇，可真结实。哎，这不是白雪公主里面的小矮人吗？干啥？瞧，他是小矮人里的一员。我们把它和第一个蛋里面的放到一起。这个深粉色的蛋会是什么呢？看见了吗？一个蓝色的。现在它就在我的手里，瞧，它应该是可以变形的，我们来试一试。哦，这是它的腿。哇，它有这么长的牙，这是一只怪兽吗？还有最后一个蛋，它会有什么呢？打开咯，当当当，这是一只可爱的小狗，它叫什么名字你们知道吗？这是米奇米妮的好朋友布鲁托。那布鲁托，我来给你吹吹风吧。这么热的天，我给你们都吹吹。看，今天我们一共拆了六个蛋，一个小矮人，一辆小汽车，一个会变形的怪兽，还有一只布鲁托，一只豹，最后呢，就是我手里的手摇小风扇了。今天小小的蛋大惊喜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想知道更多更多的惊喜吗？那就继续收看我们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